每天，我们为了生活，一次次推开家门，一次次不断重复，一次次四处奔走，一次次挥洒汗水，一次次奉献热忱。我们愿意为了生活一次次努力，一次次坚强，一次次勇敢地面对每一天，因为我们永远有一个家等着我们进门。家门让我们之所以还能是我们，不同的家门守护不同的家人。